是我。原来陛下将这具假尸葬在了这里。出来吧，一路跟随至此，不准备相见。臣不辱使命，活着回来了。月儿，对了，陛下，您的伤怎么样了？
回来了，见到齐燕了。难怪你肯让我见陛下了，为何要生我的气呢？齐燕不认你，你应该气他才是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去传假密函骗他，要不然他会中计吗？我就不会中计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我都只信你。他肯定恨死你了。恨我，也总比在跟齐燕纠缠不清的好。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陛下，陛下，您该喝药了。真见了死而复生的你。一起睡吧。啊？报告长旗大人，房间已收拾好。下去吧。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软禁我？你想多了。那我为什么不是自己一个房间？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。因为住在这里比较方便，也不会有人监视。我有很多东西想交给你。教我？琴棋书画、天文地理、五行八卦、奇门遁甲、鱼曲、羽球。
陛下，宴席已备好，就等着陛下了。那个玲玲来了吗？好像没来。朕知道了。我要出去走走，透口气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不逃，真的。我奉掌旗人之命来见光王殿下，有要事。光王殿下，鱼儿，您快点救救我吧！张大人，请。好了，睡着了。殿下，您真的厉害，居然对机关和阵法如此精通。此阵法甚是精妙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是胭脂为了考我用的。他教你这些，也是为你好。
我看是想要为难我吧，故意让我不能进宫去见陛下。进宫？嗯。哦，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了，我先走了，谢谢光王殿下。哎，云儿。倒是好心办了坏事。结好了，说话算话，我走了。光王殿下，我是不是坏了你的事？你是指那张阵法图？嗯，我不知道解开后他就可以去见陛下了。无妨，本来也是拦不住的。自从你教了他九天玄女步后，普通的族子根本跟不上他。鱼儿确实在武学上有天赋，跟裘子良相比呢？鱼儿心胸开阔。是来迟了。你是谁？是鱼儿吗？
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程公公，我是玲玲，我有事来迟了，您能带我进去吗？太像了，你俩太像了。伯伯，我是鱼儿，我真的是鱼儿。我没死，裘子良下令杀我，但是胭脂救了我。这是一个秘密，现在只有您和陛下知道。可是陛下不认我，您能不能帮帮我呀？我很想帮你，但是我不敢相信。伯伯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您就问我问题，只有我知道的那种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樱桃碧螺。我最喜欢吃什么？枣米糕。希儿喜欢吃什么？烤驼峰。丽蓉喜欢吃什么？丽蓉姑姑的话，她没什么特别喜欢吃的，但是她不吃鱼，一口也不吃。鱼儿啊。伯伯。程怀志，陛下，陛下，伯伯，你快帮我跟陛下说呀！陛下，这是鱼儿，他没死。陛下，陛下，他不是鱼儿，鱼儿已经死了。陛下，我明明就在这儿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声音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您为什么就是视而不见呢？就算你处处都跟鱼儿一个样，但你不是他，朕不会上了你的当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，所以您才不认我的？啊，或许是您怕裘子良知道我还活着，会再对付我；要不然，就是胭脂用我威胁您。陛下，您若是有什么安排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听的。但是您别这样，您这样不认我，我难受。真不愧是降旗营的死士，不但神似，还会揣摩人心。朕差点就上了你的当。朕为何坚定地认为你不是鱼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弄的？我看见了。什么？我看见你给光王洗袖子，还跟他。所以你就跑去跟死物打架自残？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也可以帮你洗。我才不是要这个。那你要什么？我
你是要嫁给齐炎当皇后的。是。你改变主意了？没有。你有。你的心智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我所求所愿从未动摇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逼你。你果然只听朕的话，带他下去。陛下，老奴觉得他是……怀志，你的好侄女程若愚已经死了，她的尸体现在就在紫雨亭里摆着。是。如风认不出我，伯伯认不出我。陛下也认不出我，原来要证明我是我，竟是如此难的一件事。
朕还能活多久？陛下，大概5年左右。好，那就争取活5年。不过，陛下还是要有所准备啊，有可能撑不过5个月的。你还年轻，朕只怕活不了多久了。与其让你冒着风险回到朕的身边，倒不如让你待在胭脂那儿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今日这一出去，只怕是再也没机会回来了。别了，长明宫。别了，陛下。玉儿，你只要好好活着，就算朕死了，你只要还活着，就一切都好。我来接你回家。家？我没有家，降旗营不是我的家。你不跟我走，你能去哪儿？你现在肯定很得意吧？陛下中了你的计，不肯认我，我又别无选择，只能跟着你了。恭喜你，终于认清了现实。既然已认清现实，那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没工夫在意这些小情绪。还有，你有家，从今以后，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。读懂，吃透，
不信了，明天肯定能赢。你给我的是把什么破剑？一点都不好用。想拿回青光剑吗？算了吧，那把剑就陪着死去的程若雨。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我还以为你会继续找齐燕，直到他认出你呢。其实，我觉得陛下是相信我的，他为了我好才不认。之前我什么也没想，脑子一热就去了。但现在冷静下来，意识到真的很危险。若非裘子良正在闭关，早就发现我没有死了。所以，纵使你之前说的话再难听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。还有这些天，我感受得到，你在真的教我。之前在紫衣局，姑姑其实没教我什么。我学得浑浑噩噩的，直到玉珍房一事，你才真正开了枪，对吗？对。还有现在，虽然看似是你在逼我学，但其实我乐在其中。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程曦不见了。两个月前，张江派人杀了看守他的死士们，将他接走。现在，张江战败，他已不知所踪。让玉娘带人去找裘子良。好不容易终极闭关，绝不能在这种时刻节外生枝。是。还有，看着李柔，佳姐若是回来，必会联系她。
是。我以前有个妹妹，聪慧调皮，但不幸夭折了。你很像她，每每我看见你，便像是看见了她。但我教你武艺绝学，却是为了紫衣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紫衣局的九天玄女阵不过百人，却能发挥出千人的威力，若能用于实战，大有作为。如今程曦已经不在了，你就不想回去带领他们重塑辉煌吗？上次你能破阵，不过是得了光王的指点，投机取巧罢了。如今我让你恶补机关阵法，融会贯通，如此紫衣局在你手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你想保护齐燕，想对抗裘子良，想做第二个公孙大娘，首先要做的便是强大起来。